今天晚上的比赛顺序为女双、女单、男双、男单、混双。一号场地的首场比赛由深圳南科大的于静文、高凯佳对阵青岛人州的顾月、李文妹。裁判员杨彤，发球裁判员张丽。二号场地的首场比赛由江苏威克多的夏玉婷、郭雨欣对阵瑞昌碧园的郑宇、林芳玲。裁判员杨东升，发球裁判员曾怡。好，今天晚上的比赛呢就即将要正式开始了。好，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下午的时候已经在关注我们今天的比赛了。那下午呢这个厦门队啊，就是咱们这个世运所在的队伍啊，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啊。对，作为队友感觉怎么样？下午打比赛了吗？你我今天下午没有上但是我们的队友实力还是非常强的。对，然后每一场打的都是非常精彩，没错啊。然后最后一场好像是有一个队员腰好像是受伤，没错，对啊，就是所以说呢，为了保护啊，为了保护，然后可能是队员直接弃权了啊，对，然后直接就可能是提前结束了今天下午的这个比赛。对，当然我们也其实真心的希望啊，我们的队员在场上呢，更多的是要做好保护啊，因为毕竟咱们说了这一届联赛呢，几乎都是国手对，几乎都是国家队的这个队员，所以说可能也会有一些备战奥运会的一些任务，所以说这个伤病一定要避免啊，尽量的能避免就避免。好，跟大家说一下哈，今天晚上的比赛的这个比赛顺序呢，主要是女双、女单、男双、男单和混双，总共五场比赛啊，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。那首先要进行的呢，就是我们的女双的比赛了。施俊是打女双那个组别，女双，女双啊，对，好。那这场比赛，相信可能会出来很多多的解读啊。是，还是学习吧。我们来看比赛。三位右边，青岛人州，杜月，李文蓓。在我左边。好，我们一号场地呢，就是深圳南科大对阵青岛人州。发球就率先获得一分啊。杜月的发球的变化还是非常多的。其实这两支队伍，我相信很多球迷啊都知道，青岛队呢这次确实实力非常强劲啊。是传说中的全明星队伍。确实。这个球质量非常不错啊。其实施俊作为
这个女双的选手来讲哈，就是相对于我们这种业余的来球迷来看比赛，可能对于女双的这个比赛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解读，包括队员的一些战术的配合啊，一些跑位啊，可能更多的我们就关注于非常精彩的杀球啊、扣球啊，这种画面会多一些。对，女双来说，其实配合非常重要，因为现在女双区是整体的防守实力还非很强，所以进攻的连贯啊，或者是速度，其实更为重要吧。然后今天这个杜月和李文妹搭档，相对来他们的特点都非常明显。李文妹的后场进攻，然后还有杜月的一些往前的组织啊。没错，像你刚刚说的，杜月的这个发球，对，也是属于很多变、很灵活的一种特点吧。对，他们就是结合起来也非常不错。继续来看比赛啊，确实，你看这个比分啊，我们说了，今年这个联赛啊改成了11分制啊，5局3胜，确实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比赛的节奏很快。稍不留神，这个比分突然就上来了。再一稍不留神，这个可能某一局的比赛就结束了。对，是的。所以可能也要求队员们在场上这个注意力要非常非常的专注。比分来到7-3。于金文和高凯加的失误比较多哈，在第一局。对，这一对我也不太认识，可能是不太熟啊，比较年轻的运动员，跟杜月和李文妹可能会熟悉一点。对，是的，有过交手吧，肯定。我们一起训练，一起训练，因为咱们这次联赛其实都是很多国手啊，大家在我们的双流的这个国家羽毛球训练基地来集训。对。我们平常训练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对抗之类的啊，一定会有。所以相对来讲呢，可能球路啊、球风都比较熟，大家。是。好球。缠斗了很久啊，这一分是一个多拍。拿到局点。杜月、李文妹，第一局呢可以说是比较轻松的就拿下了啊。是的。感觉这两位选手呢，可能相比于对手来讲，稍微要全面一些。整体的实力会强一些，会稍微高一些啊。然后对于比赛整个节奏的掌控，感觉就是稍微
能力会强一点。对，施俊现在是在厦门队啊。啊，厦门俱乐部。嗯，厦门俱乐部对。嗯，但据我了解呢，咱们这次比赛举办地呢是在我们的成都啊，你也算是一个半个四川人吧？啊，对，是啊。在四川待了多久？嗯，在四川待了十年了。十年了，快十年了。啊，是在这边训练比赛？是从小然后在四川省队，嗯，然后进行训练。啊，省队啊。是的。嗯，本身自己是哪儿的人？是河北人。河北人，河 北方人。对，北方来到南方，对，生活训练。可以说对咱们四川也比较熟悉和了解了啊，待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从小就来。没有，我是2014年的时候，然后就开始一直在跟着国家队，哦，对，到处跑，嗯，所以也虽然是四川人，但是还没有特别完全就是在四川生活过。可能平常玩的时间会相对于，嗯，少一些，相对来讲会少一些啊。但是感情还是会有的。那是，嗯，对，是。所以今天其他嘉宾啊，咱们的国家队的队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，都会说欢迎来到我们四川，啊，欢迎来到成都啊，施俊就只能说欢迎回家了，啊，回家。对，继续回到比赛啊，第二局已经开始。其实总体来看呢，咱们这一次2020的羽超联赛啊，选手的不管是体能啊各方面的技术来讲都是很全面的有提升啊，嗯，是这肯定跟疫情期间大家就是封闭在这儿集中训练是脱不了关系的，对吧？嗯，现在身体的训练量很大。对，因为咱们这次联赛也是加了一个体能的这一块测试在里边，嗯，啊，是的。今天啊，跟很多队员在交流，都说太苦了啊，这个集训太苦了。4-0。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个疫情啊，咱们这个比赛，不然这会儿可能奥运会都已经结束了，都已经结束了，结束了，都已经在奥运的回味当中了。杜月和李文蔚进攻的中路还是非常有效的，嗯，没错，其实很多分都是这样拿的啊。是的，第一局也是。嗯，确实质量非常高，挺有目的性的打的，嗯，还是吃准了。对，感觉就是水平就是差距，可能这也是一部分，是这个实力啊，实力摆在那儿，嗯，然后呢加之我们说这个今天也在说一个话题，就是咱们作为这个羽毛球员，还真的还不要看你排名是多少，还得看你打过多少比赛啊，有过什么样的经历。而且羽毛球这个东西呢是你如果三天不练就很明显的看得出差距啊，就明显的这个实力会下降，我相信你作为运动员肯定是，啊，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感受的啊。嗯，这一局的这个比分差距就很大了。嗯，感觉杜月组合这边反而是越打越开了。对。嗯。8-9，2-8。这是自己失误啊，进攻失误了。施俊前几天打比赛了吗？嗯，
去年的比赛啊，我说前几天就咱们这个联赛打了，我前几天一直在打，就今天休息了，一直在打啊。对啊，确实今天你看我们下午的时候这个比赛就出现了，同一名队员可能下午打了两场，对啊，是这个体能确实还是很需要考验啊。成绩怎么样呢？这一次联赛。这次联赛赢了一场，然后赢了一场，对，后面就是输掉。嗯。第二局比赛结束。好，第二局分差比较大，11-2。这样来看的话，可能咱们第一局第一场，可能第三局就会结束啊。是。如果照目前这个来看这个情况来看的话。二号场地也是2-0啊，对，这目前我可没看清这个分数。我们的直播呢，其实每个场地呢都有直播啊，大家我们的各位网友、各位球迷呢，也可以来选择性的一个观看。诗月也是，诗俊也是00后吧？哦，我99年。99年，哎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就00后，哎，四舍五入就00后吧。99年也挺好的。今天确实我们在场上看得出来啊，这个杜月跟李文蔚的这个组合，要强于对手。0-0。今天下午厦门俱乐部是4-1，对啊，因为最后一场队员齐全。我们来看青岛啊，今天晚上能打出一个，在五场比赛当中能打出一个什么样的比分？哎呦，出界了。1-0。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呢，也再次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今天我们的解说嘉宾啊，是来自我们厦门俱乐部的女双的队员，对，乔诗俊，一个特别活泼的一个小姑娘啊，也刚刚也说到是我们半个四川人啊，在四川待了10年了。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一下他的比赛啊，谢谢。叫乔诗俊。4-0。这个第三局目前于静文和高凯佳还没有得分，有时候有点打懵了的感觉啊，感觉是对面打开了，是对面打开了，然后自己打懵了，这个节奏完全是被对面带起来了，是8-0了。拍啊，这个
杜月确实在往前啊，嗅觉很灵敏啊。是。好球，嗯，长时间的一个拉锯战啊，9-0。高凯佳终于拿到第三局的一分了。说世俊的比赛都看了，觉得打得还不错啊，打得很好，也谢谢我们的网友的支持啊。啊，当然这次我们也是，其实也是，比较有特点吧，在咱们这个羽超联赛的直播间，然后直接现场请我们的球员来现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，跟网友们，换一种方式来进行互动，我觉得真的也挺好的啊。其实也挺缺少这种跟球迷直接的这种互动跟沟通啊。比赛结束。嗯，第三局比赛结束11-2啊，跟第二局的比分是一样的。杜月和这个李文妹，嗯，3-0获胜。嗯，施俊正好也是女双的选手啊，来给我们还是简单的来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吧。虽然结束得很快啊，也没有任何的悬念。感觉，这场球就是其实双方。